不是，用后跳就好了，不用在那边跳那个。我找到答案了，我在看那个位置而已，像个傻逼在那边浪费生命。五秒来不及，五秒里连那个旗帜都跑不到，就死掉了。就啊，旗帜好遥远了。不能成功啊，剩五秒，只能跳了。啊，你好，刚刚谁订阅？咦，不愧是路易吉，死跳可以跳到底的。哎，你怎么上去了？好吧，我们要再跑一圈了。我们现在已经比刚刚浪费了五秒钟。哎、欸，你怎么出去了？干，回来啊，同学！干，早知道不要先拿钥匙了。三的时候，哎、欸，是三吧？三的时候要杀鬼的方法要靠铁锤，铁锤以外没有人可以杀鬼，鬼是无敌的，鬼不怕火，鬼火。哦，我们可能可以跟刚才一样秒数进哦，40秒进，三，哦，闪了一秒，我们快2秒钟，太好了。Speed Run 不就这样吗？底下显示你比刚刚省了2秒钟。干，这样就好啦。可以可以可以。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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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嘿！然后死在最外面的。他只会走右边走，对，因为他你用一根手指就可以玩，但是玩到后来你就会变成再花另外一根手指头，就你开始只用这边，接下来你就用这边了，剩下两关了，轮距跟最后的王还有一个地方找不到，我看他剩三关了，轮距花花，轮距逆球盖姆的逆袭跟最后的王这样。我们今天能不能盖出灰色水管呢？